台积电最佳上调，2022年一季度上调10%。有预测称，台积电今年几次上调价格，同时明年也将上调10%以上的价格。台湾工商日报25日登刊了台积电将进行追加上调报道。据悉，上调幅度为7纳米等最新工程10%以上，16纳米以上的现有工程将上调10%到20%。上调价格的时间预计为2022年第一季度。据悉，由于从去年开始供应不足及各种突发事件，在全球半导体严重芯片不足的情况下，此次上调订单增加。另外，包括台积电在内，联华电子、中芯国际等主要代工在过去半年内多次上调了价格。